3月5日晚，刘德华、范冰冰、吴镇宇、林家栋、胡咏珊等出席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30周年晚宴。范冰冰和刘德华分别获选摄影师眼中最具魅力男女演员。刘德华受访时笑言：“30年了，他们终于发觉我有魅力了。”他们也办了30年，终于他发现我有魅力了。范冰冰则笑言，自己的魅力是来自身为山东人的特质。因为我是山东女孩，所以性格里面还是有比较仗义的东西。对于早前男友李晨透露将于下半年结婚，问到两人的确定婚期，范冰冰则拒绝回应，只表示如有好消息会跟大家分享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